谢谢，欢迎收看《夜深人未静》。前阵子我不是请到我的好朋友李阳来谈情欲这件事情啊，谈完呢，大家觉得哇，这个时段来谈情欲啊，睡觉之前谈情欲，其实挺合的。今天呢，我找另外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来谈食欲，他谈的是食物后面的一些文化、一些脉络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请到胡川安来谈食欲。我写饮食呢，其实在凸显文化。东京一个城市，各位，那它有6000家咖啡店，很夸张，还不包含那个你可以随手买得到的罐装咖啡。是，罐装咖啡也是日本人发明的，即溶咖啡也是日本人发明的。为什么日本的拉面后来可以变成他们国家的一种文化？就是他们把所有拉面都在地化。日本拉面发展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它也跟台湾人有关系。他们江户四大食有所谓的握寿司、鳗鱼饭、荞麦面跟天妇罗。本来握寿司在路边摊卖的，是。但后来为什么握寿司可以变成三星料理？握寿司的小野二郎，他从小9岁握到现在90几岁，是。人家问他要什么时候退休，他说他最希望的就是倒在他的握寿司台上。哦，我说他们真的很变态。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胡川安。我是看这个川安的书我才认识他的，算是神交了。其实川安今天要来，如果要来从这个话题开始的话，我愿意从最近台湾针对一家拉面店，大家开始去排队。台湾人基本上也是一个吃面的一个国家嘛，我们面吃了很多，可是为什么我们挡不住这种日本拉面？对，很好玩的一点就是说，日本拉面其实它一开始是中国去的，现在的拉面反而会变成一种日本来的文化。但是我觉得台湾这种排队的文化，不是，其实是台湾人爱跟风的。像你之前比如说那个以前的蛋挞啦，对，然后现在的拉面呢，其实我觉得排队这种爱跟风的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如果回来讲拉面这个文化，其实像拉面，你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就是里面有那个叉烧嘛，然后或是有一些比较浓厚的那个汤头。是，但是叉烧这种东西，我在里面写，其实我说为什么是古早味嘛，就是我讨论这个东西的来源是什么。日本人他们本来其实不吃肉的。是，他们在明治维新以前，其实大概有1000年是不吃四只脚的动物，特别像猪啊、牛啦、这些四只脚都不吃。那为什么会吃？就是因为明治维新的关系，是因为比如说他们要强国包这种吃肉可以对身体来讲就是比较强壮、啊，对对对、啊。然后甚至是说比较像是类似一种比较西洋当时的东西都是比较先进的，所以西洋人吃肉也是很先进的，那我们就要跟着吃肉。是，然后在这他们就会发现，原来像横滨呢、神户了、札幌这些港口，都有一群中国人。他们吃的面就是那种拉面，就是他们当初以前吃的中国人吃的面，然后里面有放肉，他们才开始吃。对，那而且日本拉面发展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它也跟台湾人有关系。就像泡面，在日本人他们也觉得是拉面的一种。那泡面的发明，他们后来其实是一个台湾人，他是日本时代长大的一个台湾人，是一个嘉义人。是，他叫安藤百福，然后他后来战后就留在日本，然后他其实为什么那个泡面会发展出来，就是他发现台湾乡下有一种就是炸面的习惯，为了要保存面嘛，对，像屏东嘉义以前都有这个，然后他后来就在日本呢，就是发展出这种像泡面这种素食。我看的书里面讲的是，他是把鸡丝面，对，本来台湾人我们吃的鸡丝面，对，然后去。就是说去炸，对，是不是最早是不是鸡丝面？对对，然后在它还特别的口味，对，在自己的家里后面炸，然后口味刚开始让拉面泡面没有那么多种样化的，但是他后来发现这种就是你只要在水加下去就马上可以吃。那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发展？因为日本那时候闹饥荒，是大家都没有的东西吃，然后这种东西吃那种炸的面马上就可以饱，对，所以他才会马上很 popular 就是发展出来，对，就是他有一个时代的背景的关系。看的书里面还特别讲到有一个好像一个泡面的博物馆，是不是？对对对，我的书里面除了有泡面博物馆，还有一个是横滨有个拉面博物馆，在新横滨那个、
里面大概有日本全国大概几十种的拉面、嗯、但是为什么日本的拉面后来可以变成他们国家的一种文化，就是他们把所有拉面都在地化，比如说你在你吃濑户内海的那个拉面，它就有当地的海鲜，那你如果吃那个其他地方的就有加入当地的味噌，所以什么东西他们都会有一个在地化的过程。台湾人就是说如果去这个拉面店吃拉面，其实好像发现说有几个大的系统嘛，对，酱油拉面那个是哪里？酱油是特别在酱油的产区了。OK， 日本酱油产区，比如说关东有几个，然后关西有几个都是以酱油为主。北海道是味噌跟奶油。OK， 味噌跟奶油。奶油豚骨，对，豚骨就是九州白色的。对，九州他们吃黑猪，是，所以他们就以豚骨拉面为主。嗯，对对对。所以光是拉面的种类，跟你刚刚讲的在地化，对，这个这就这件事情。嗯，我其实当初我看你书的时候，对。我第一眼看到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你讲到那个拉面里面的蛋，嗯哼，你讲到是一半的那个水煮蛋。哦，对对，温就是有点像温那个半熟的蛋。那个是从那边开始的吗？我觉得那是日本特别的吃法。为什么要切一半只给一半？不是因为就是说他们要就是说节省成本、哦、不是，一开始是一开始，因为我说它是一个闹饥荒的时代嘛，所以它切成一半，就是当时大家的蛋白质都缺乏嘛。OK， 所以它能够吃到蛋本身一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才切一半。对，哦 ，OK， 所以其实最原始也是一个经济的因素，也是一个经济因素。对，然后慢慢，其实大家明明就已经有蛋了，可是还是给一半。一半，对。所以这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本来是吃不起了，是，那到最后就变成一种文化了，对。一般的日本大众通常白天、就是一天啊，他们主要是吃哪些东西？他们一天到晚吃握寿司吗？当然不会嘛。可是我里面有个重点就在于说，握寿司它本来其实是路边摊的，对，但是它后来就变成乌台，现在讲乌台嘛，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些图片是古代的图片、它就是以前的服饰会，本来握寿司在路边摊卖的，是，但后来为什么握寿司可以变成三星料理？嗯，就是我说它也是路边摊变成三星料理的过程，然后我们来反思台湾其实也很多是路边摊，但是它怎么样变成就是精致化嘛、那当然我说你回到你刚刚的问题是说他们当然不会平常就吃握寿司嘛，是，然后我说现在他们民间比较流行的，我说像拉面是一种，然后像那个猪排饭是一种，嗯哼，那平常我说荞麦面当然也是会是一种比较容易取得的，然后或是平常在吃的，那当然还有便当文化嘛，我说日本的便当文化，这是其实，这是我下一本书会写。OK， 这还没有放进来。你刚讲的便当文化，我在讲，所以我刚看这本书好像没有看到便当啊。对对对对，下一本看漏了吗？对对，因为我现在这一本只写了17种嘛，然后我下一本写了30种，这下一辈子之后把它写成一本和食圣经好了。其实你对于日本的这个饮食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就是我从我小时候，因为我祖父是在鹿港养鳗鱼。哦，但是鳗鱼是外销日本的，所以我小时候那个浴缸里面都爬满鳗鱼，那很可怕。对，那你知道，像那其实杀鳗鱼是一个功夫嘛？是。那我看我祖母，她那杀鳗鱼很厉害，因为鳗鱼像蛇一样嘛，会一直很滑溜。那你杀鳗鱼要怎么杀？就是把鳗鱼的头钉住嘛，然后拉直。是。然后这时候你刀子要把它切成一半嘛，其实那刀工要很快。是。对，有时候我就觉得我祖母很厉害，那是。明明那个都站不稳了，但是他那个刀工还是很厉害。对，你在你那个书里面，你特别提到有关于吃鳗鱼的时候，对，你特别提到盛暑夏天的时候。日本他们吃鳗鱼其实是夏天才吃、为什么夏天才吃？因为在他们的那个医学观念里面，他们是觉得夏天你汗流很多，是，所以你夏天容易体虚，然后体虚的时候你要进补，就是你要吃。鳗鱼饭，比如说鳗鱼饭很香、然后你在这很就是吃不下的时候，你还吃得下，是，所以那个香气可以让你吃得下。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有点。你在书里面特别推崇日本的，在每一个这个领域里面，对对对，啊，例如说握寿司领域，对，刚刚讲的几种这个吃食里面，对，每一种吃食里面都有一个所谓的像神一样的，神一样，对对对，那你就特别提到他们的这个职人的这个概念，日本好像
尤其是在做吃的这些事情上面，他们很严肃，嗯，他们对于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充满了一种骄傲。对，你觉得台湾人应该怎么去学习？我觉得有个重点呢，因为我里面提了大概好几个人嘛，像比如说握寿司的小野二郎，他从小九岁握到现在九十几岁，是，人家问他要什么时候退休，他说他最希望的就是倒在他的握寿司台上。哦，我说他们真的很变态。天妇罗之神呢，他说他也想一直工作到就是死，但是他不想要死在他的那个炸油锅上面。他跟小野二郎讲，但他其实也是要一直做到老了。对，所以我说这是其中的一种精神的部分嘛。然后而且还有像刚才讲，比如说握寿司，他本来是路边摊嘛，是，但为什么会精致化到三星料理，就是有这么多的职人去奉献他们的精神嘛。那我说小野二郎，他的那个他成名了以后，你看他有没有开连锁店？没有。他不，如果说台湾一个东西红了以后，有没有？是。你大概台湾的大街小巷，从北到南，每一间都会开连锁店。对。就是开始你会想说我要怎么去赚钱，然后有时候你会忘记你做食物这一件事情的初心了。是。就比如说你做酱油的人也好，做任何事情的人也好，你做事情的初心其实是你想要把这个好东西给大家吃。嗯哼。而不是说我真的是要赚很多钱，当然他做这个店，他当然养家活口是没有问题，对，可是他还是经手在他的记忆里面。然后你看小野二郎，你如果是小野二郎那间店，你真的会觉得很夸张，因为他就在一座银座的那个商业大楼下面，完全看不出是他的餐厅，里面也连厕所都没有啊。真的？对，他就大概这个摄影棚的一半。然后从你看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安倍晋三，所有人都要去那边，一位难求。奥巴马去过，我知道 Clinton 以前也去过，对，所以他就是在这样的小店里面，他就去经手他的记忆，然后所有你看他做最在地化的江户饮食，但却全世界的领袖都要来吃，在这样一间店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是国际化，从饮食这个东西里面，他做最在地化的江户料理，他就是做最国际化的东西。嗯哼，对。而且是跟国际接轨，他完全不会讲英文。哇，那他一共那应该只有20个位置哦。对，不到，不到，不只有个吧台跟前面摆了几张位置这样。哇，那如果那美国总统去的话，那些侍卫吃什么？就把外面就装满了嘛。对。你刚刚讲到这个酱油这件事情，其实酱油，像我刚才说，我发现说，你对于日本的那些传统酿的酱油，跟台湾的很多的比较用化学的方式、工业的这种方式去制造的酱油，其实你对于他们之间的这个评比，那你其实也让我看到你刚刚讲的所谓的职人的这样子的观念。那你自己觉得日本的那种酿酱油的这种，光是酿酱油的这种方式，对啊，他拿来跟又讲回台湾这件事情的话，对，因为我们面临到这个问题。对对对，那 OK， 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我里面其实有写两个日本最大酱油的产区的，是一个关东，一个关西的。那我想关东的酱油大家都知道是谁，就是那个龟甲湾。龟甲湾，它是在东京东北边千叶的一个地方，是它的总部。是那个地方从，如果要讲龟甲湾的历史，要讲从哪边开始讲起，你知道吗？要从丰臣秀吉开始讲起，这是从400年前就开始的一个故事，但是他们一直传承到现在。而且战后第一代呢，第一个去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气管学硕士的，就是龟甲湾的传人。嗯哼，你看他们同时有这么传承这么有久远的传统，可是他们也马上跟西方接轨。他们在做酱油里面，他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不能省的，是，就是不能省的部分包括制取，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摆在那里。那其他能够工业化就工业化，那不是说你用化学原料加一加你就可以变成的酱油这样。还有个荣誉感，我觉得做食物你还要有一个荣誉感。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去龟甲湾的总部看到的话，他们是做天皇吃的酱油，所以里面有一区是专门做给天皇吃的酱油。各位大家要看一下哦，因为我刚刚跟川那边聊天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你刚刚讲这个里面，你要不要指给我们这个？ OK，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幅画好了。这幅画是从野田县立博物馆在千叶的一个小地方。然后你看这一幅是制酱油的一个过程，那这是200年前做的。然后这里面这里有一个
就是万字游标，大家应该有看过龟甲湾的那个万字游标。你看，他其实200年前在做酱油的时候就知道品牌行销的重要性，就要做一个品牌让大家记得。对，那我觉得人家的这个用心真的是厉害。所以我说里面不只是食物的故事，还是经营的故事。对，所以就是说它的工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根本就是非常清楚，如果你跳过这个工序，那你用一些其他的方式，那就不是食物去加工，对对，那就不是食物，那它破坏它的原本的这个品质啊，或者是它原本的这个，比如说酱油的话，它有它的香气啊，这种东西嘛，对不对？哦，我觉得好像这个工序，因为它费时，对，所以台湾很多很聪明的这些企业家就跳过去了。台湾很聪明，我说台湾就太聪明了，对。我觉得这个聪明啊，反被聪明误。对。那像现在这些，那些出事的这些企业都很聪明，都不敢碰了。他可以继续在监狱里面展现他的聪明。不错不错不错。我们又讲到像这个酿酱油，像他的这种功法，像他的工具了，好不好？像这边有一张照片是你带来的，对对对，这个桶子，他们现在拿来做展览吗？不是不是，这还在用，这是杉木桶。然后你知道这多大吗？我一个人站进去会被淹死。OK， 这是2公尺的，这么大，2公尺，对。然后，而且包括做这杉木桶本身也是一个技术嘛。是，对。然后这个地方在哪里？这在叫小豆岛。小豆岛，小豆岛，它是在那个濑户内海上面的一个岛。然后你从那个冈山过去，你还要就是从东京坐新干线要大概3-4个小时到冈山，再坐船到小豆岛。OK， 那它是不是刚才我讲关东是龟甲湾嘛？那关西就是小豆岛的酱油。那这里面很多都是所有的在做酱油的都是100年以上的企业，那很多都是传承好几代，所以他们现在还继续用这个旧的工法去做酱油。是，那做一个像这样一桶至少要2年。哇，对，他就是2年让他在里面慢慢熟成，然后他每天就去顾着他们。OK， 然后甚至有到4年的酱油，就是再做一次，让他再熟成，然后里面包括那整个都是那个木头的建筑里面那个菌，其实都维持在一定平衡的程度。对，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OK， 那个小豆岛，它那边是一个酱油的产制中心。对，它虽然是一个小岛，但它比如说，它在德川幕府时代，是它整个岛上有200家的酱油厂。哇，为什么？就是因为那是船运嘛。以前比如说，它是从九州到大阪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岛。那大家从九州产拿那个取得的黄豆，就到这个岛上做，因为这岛上很干燥，很适合做酱油。它做好了，就再继续往大阪送。所以你现在今天去看这个岛很好玩的一点就是，上面你看一个小小的岛，然后上面大概有大概几十就几百台那个宅急便的车子，就是它继续维持的是一个那个运输的角色。对，但是它这个从历史上以来，就比如说从德川幕府一直到现在日本，它还是维持着一个酱油产地的一个中心。对，那它产酱油，它的豆子呢？它豆子从九州坐船过去的，对，就遇到濑户内海，因为它就小豆岛是九州到大阪的中间嘛。OK， 其实我自己啊，对，特别想跟你聊一样事情，叫咖啡。哦，对，啊，因为我对咖啡就是真的是比较这个比较有兴趣了。对咖啡的各种历史，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日本它光是这个咖啡的销售，还是这个整个的消耗，对，它是世界第3。仅次于美国跟德国。对，我们大家一讲到咖啡连锁店，大家脑袋应该是想到什么 ？Starbucks。对对，但是没想到，其实在日本，1910年的时候，当中华民国还在满清的封建统治底下，日本就有第一家的咖啡连锁店。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美洲，会发现很多的日本的移民，像你如果去秘鲁或巴西，对，他们其实，在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批移民去了那边，然后刚好当时的咖啡豆大跌。所以就有人取得当地咖啡豆产区，巴西给他们大量的咖啡豆， okay. 然后他们就有这些原料，就是原料了以后，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做咖啡连锁店，然后当时日本是什么？当时日本叫大正民主时代，通常那种民主时代，你一定要跟咖啡馆一起，为什么？咖啡馆你一定要聊天嘛，对，骂政府嘛，对吗？这就是咖啡馆的功用，对对对，这个我支持，这个我支持，没错嘛，对不对？像以前，特别是网络不发达的时代，你一定要在咖啡馆骂政府，
那边好像是一个网咖中心一样，没错。然后还有报纸交流，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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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那个就是一个资讯传播的中心。哦，所以日本其实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啊，它因为咖啡，其实也促进了它的整个的一些民主，对对对，民主。我记得你在书里面特别讲到日本的第一份这个女权的这个一份杂志，对，那就是在咖啡馆里面讨论出来，咖啡馆里面讨论出来，对，所以咖啡到底有多重要？太重要了，就是它是民主、女权，还有所有社会文化的一个集中地。这是一张照片，我能跟大家 OK 是这个，如果大家去银座的话，应该要去这里。银座不只是只有妈妈桑，银座还有就是银座的后巷里面，在这个银座就是你进去这一间店的老板101岁。哇、wow、哦，那今年2017年有没有？1917就是我刚刚讲的，大概是那个时代开始。是，然后他现在每个礼拜大概2-3天去、uh-huh、交给他的外甥去继承、uh-huh。然后他这里的豆子特别的是，他有一些可以放到20-30年的成年老豆。哇、wow、哦，对，所以他就是，而且他因为他是以前是早稻田大学工学系毕业、uh-huh ，他知道那个咖啡那个会有微粉，会有苦味， uh-huh、是，所以他自己做了一台磨豆机。OK， 然后你这去这边还可以买到他自己做的磨豆机。对，所以我说他们日本，他为什么我把咖啡放进算是核食，是就是他已经把它变成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他同样用职人的精神去关注它、嗯、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101岁的人瑞，但是他还是非常的专注他的文化的咖啡这个文化。你说这个在东京，光是东京一地，你说有多少家咖啡店？6000家。6000，对，东京一个城市，各位、嗯，那它有6000家咖啡店，很夸张，还不包含那个你可以随手买得到的罐装咖啡。是，罐装咖啡也是日本人发明的嘛？即溶咖啡也是日本人发明的。UCC， 对 UCC， 是不是？没错。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UCC 也控制产地了，就是那个上岛。对，没错。是不是？嗯，你还特别提到日本的咖啡店，你讲到职人的这种精神，对，其实都是手冲的。没错，就是如果你是强调你的咖啡是有特殊性的，是，或者说你是有我们常常在讲的是有个性的，是。我们如果你这一家店是，比如说是连锁，当然你不用强调个性。嗯、如果你这一家店，比如说是从那个主人他自己烘焙的方式，嗯、一直到最后手冲的方式，嗯哼，这都是你强调一家咖啡个性的地方。那这一家就是说，你只有你的客人来，就是要想喝到你这个熟悉的味道，嗯、还有整个那个感觉。那我想这就是他们强调他们自己的个性。对，那我觉得手冲的东西对我来讲，手冲的东西其实它的变化会比较大。没错，每次手冲的条件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手冲的时候跟你当天的心情会有、嗯、对对对对。我看的时候觉得最有趣的是你特别提到每一杯它只磨一杯的量、嗯、对，然后只煮一杯的水，没错，然后替一位客人服务，嗯，你很耗时，对，可是你有个性，对，这是日本人常讲的，叫做 omodenashi， 叫做待客之心。OK， 就是我会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不会煮一壶大锅的热水、嗯，然后直接都从那边来，这个就你没有特殊性嘛，是，但是你这个客人来，我就帮你煮这一杯水，嗯，帮你磨这个豆子，再帮你手冲这一杯咖啡。嗯，那你喝到的，我想是日本人虽然不大会讲话，是，但你在这里面你就感受到了这一家店对你的诚意。嗯哼，而且你知道，你刚刚喝了这杯咖啡，其实跟他们做的以前的其他的杯的咖啡，不管他们做多少杯，对，其实都不一样。对，就是专门为你服务的。对对对、嗯，那感觉就真的不一样。对，就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想要吃到那种感觉。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职人精神，日本的一直所谓的，你知道，你的书里面讲的这个职人精神的这样子一个最大的一个发挥了，就在咖啡店这么日常的，嗯、这么普遍的，对，一种饮食方面的东西，对，我因为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啊，嗯，我习惯美式咖啡，美式咖啡是什么？就是它就跟穿制服一样，对，每杯都一样。而且跟喝水一样就是你平常没事拿来当饮料嘛，对对。可是我说像刚才那种职人的咖啡你不会拿来当饮料，你是会很感动说人家给你这一杯咖啡，然后你好好品尝的话它的味道，对对对对，这才是我说这是他们觉得咖啡的真谛所在。所以那时候喝习惯喝美式的咖啡，
就其实习惯一个动词叫 refill， 对，就是说哎，可不可以给我再加一杯续杯？对，纸人咖啡不来这一套了。对，我觉得这个有趣，你知道，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看过的，有关于这个讲到日本的饮食里面，会让我一直很兴趣。就是说非常有兴趣一直看下去，因为你里面用了很多的例子，我甚至我后来发现说你里面用了很多很棒的话，对，古话，就我说刚才讲说，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江户四大师哈，是都路边摊嘛，是，那我是以学历史的嘛，研究以前的历史，路边摊这些庶民没有人会帮他写历史的，那你要怎么去了解他们历史？看画嘛，是，比如说浮世绘，就日本最有名的浮世绘，它就是画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连强暴那个春宫图都有了，所以那个东西就是最贴近庶民的东西，那你要研究以前的饮食文化，那我们就来看画好了，其实把饮食跟你的自己的原先的专长历史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不但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所学要用上来，其实你在做学问写书的同时，你的口腹也得到了这个满足。对，我想今天我们一直吞口水，有点饿。对，尤其这个时候，对，来谈这个这些这么棒的饮食，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对不起观众。不，总而言之啊，今天很高兴啊，那个我们跟你聊这个东西，其实下一次我要再找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写的另外一本书，也是我非常有兴趣，从这个魁北克，是吧？这种谈独立这件事情，来看，台湾的一些状况，台湾跟中国的一些状况。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川安，我们真的下回见，谢谢。又到了深夜看天下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还是请何生辉来跟我们聊日本，尤其是日本这次安倍他完胜之后一些新的局势。欢迎陈辉。欢迎，各位观众大家好。安倍在选之前，其实台湾的媒体好像非常看衰，是的，大家不太看好他。现在安倍有这个超过2/3的这样子的一个席次，在国会，他会做些什么事情？我想首先我们可以谈一下，先谈一下那个安倍在这次选举前后的事情。其实这次选举是，他主动解散国会，好进行新一轮的选举。那当初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安倍当然是有盘算过的，成竹在胸了。是他事实上他，而且这是一个内阁政治中常看到的一个状况，利用更新民意改选，好来重新凝塑自己的支持度和民意的基础。这一次众院的选举，好大概他们是要选465席，对，465席，这个席次其实已经比原来的席次上届的席次少10席。好，可是在选举的最后中结果，就是安倍所属的政党就获得了284席。对，那如果再加上跟他的就是执政联盟，好长期的执政联盟的友党公民党获得29席，好，这样加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超过了313席。那我们知道2/3可以进行修宪这个动作的这个2/3的多数，好其实他已经达到了，因为2/3310席就达到了，多了3席，对，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大获全胜。是，那相对来讲之前信誓旦旦要给安倍重击挑战中要终结安倍政权的这个希望之党，最后的结果却是开高走低，好最后他只拿到了50席，甚至连第二大党的位置都没保住。那第二大党是谁呢？第二大党是从民进党，日本民进党，不是台湾的民进党，对，好分裂出去，另外成立的立宪民主党，就立民党，立民党在这个面临分裂的危机底下，却出乎意料的仍获得55席，
好保住他第二大党的位置，好，这点也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最终以小池百合子自己在选举当天结束，他当时还在巴黎开会，哈，他就已经承认说希望这党完败，哈，他以完败来形容这个状况。那对照于安倍的完胜，其实这个结果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特别是台湾的某些媒体的意料之外。对，台湾亲中这些媒体之所以啊特别对于像安倍啊这次选举有抱着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观感，他们存的是什么心？是因为这个安倍他接下来会做的事情吗？因为安倍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比较强势的，然后而且是立场是属于保守，那同时对中国有所提防的一个总理，那特别在一些与中国有争议上的问题上面他较为不妥协。所以从安倍开始执政开始，其实中国还有亲中媒体一向唱衰他。从安倍的安倍经济学开始，安倍三支箭开始，一直到后来的种种事情，只要他的任何不利于他的消息，他们都是放大，但是有利于他的部分就是会酸言冷语。好，那所以其实他们会做这样的立场，其实也不意外，我们也不意外，只是说如果你的立场摆得太过前面，却失去了客观的评价基础，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是。那当然，另外一部分，他们为什么仍然对于安倍有这么大的警戒，好，或甚至是敌意，跟安倍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关。安倍利用这次的大选的获胜，将会推动三件事情。OK， 好，他有三个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是他会把按照他政治的承诺是，他会把消费税从8%提升到10%。那增加的2%的部分呢，大约两兆日元规模的预算呢，会拿来做，有关幼儿补贴的这个政策，然后以借此来解决日本的少子化的问题。OK， 这是他的第一个政策。虽然他是在征税，可是很多人还是支持他。支持他的是、okay. 是因为这个政策的目标上是对的，是对、是为日本人着想，而且日本国民有感。他的东西有感。是。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有就北韩的问题，面对金三胖，好，就是我们上中国开玩笑说金三胖，就是金正恩好的不断的武力恫吓，好，就特别是试射飞弹这件事情上面，那日本的国民和日本的政治界都希望对于北韩有这种积极的作为，那这也是他的主要的政治承诺之一。那第三个就更重要了，好，就是他预期他会在2020之前会推动日本宪法的修正。那修正的重点是什么呢？一般来讲，相信就是跟有关于和平宪法，就是日本宪法第9条的关系。所以日本是不可以拥有军队的，那个是很大的限制。是的，而且他们即便拥有这个军队形式的武装组织，之前叫做自卫队，现在叫自卫军。是。好，那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在这个自卫队跟一般正常军队的不同点在于说，自卫队各守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叫做专守防卫的政策。专守防卫的政策，大家要记住这四个字：专守防卫。这个专守防卫跟其他的国家的军队的目标不一样，因为其他国家的军队为了防卫国家，他甚至可以进行必要的先制打击。对，好。可是，在专守防卫政策的拘束底下，除非日本国遭受实质上的攻击 okay. 否则的话，自卫队是没有办法出勤或进行反制，那更别提说进行集体防卫的权利，好，或者说跟其他国家的联合军事也行动的权利，乃至于部署，比如说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权利，其实这个都是有点问题的，好，参与境外的军事活动都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科技进步，尤其像北韩，好，这样的国家，好，日本周边的很多国家的军事实力都不弱，特别是他们可能拥有核子武器，我们能等到核子武器已经在自己的国土上，比如说引爆了，你才进行反击吗？好，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状态。对安倍来讲，他希望能终止这个不合理的状态，让日本军队能重新拥有一个正常国家拥有的军事反击能力。当然，对于反对这个意见的另一招，比如说国内的话，就认为说他这个要推行的是战争法案，是
那对于其他的国，对他有疑虑的国家，就认为他是军国主义复辟。好，这是最大的问题。可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其实日本的在武装化，或是说在那个国际场域中的军事能力的提升与介入，恐怕这是一个必然的事实。而这个必然的事实不在于意志，而在于说客观的形势环境中需要日本加入。美国在重返太平洋这个政策中，其中它需要有力的盟邦，而日本显然是美国较能信任，而且能力也较好的一个盟邦，所以美国一直希望日本能在未来的亚洲的区域安全上面分担更多的责任。可是要做这件事情之前，他的一些限制必须被拿掉啊，也就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问题必须拿掉。那这点来讲，安倍有这个意愿，所以他希望能推动这件事情。而且美国很显然的，他对于如果日本他修改了这个宪法第九条，从而从一种这个专守防卫的，刚刚讲的这样子一个专有名词的一个立场，变成一个他对于紧急事态，对他能够预先马上采取一般的国家是本来就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对，你不能说等到北韩的这个飞弹已经射到日本了，你说 OK， 我一定要挨了第一弹，我才能够有所作为，那这个东西太晚了啦。是，尤其是核子弹的话，是没有错。也正是因为如此，再加上整个亚太区域安全和和平的需求，我们可以预期未来亚太地区的那个就是说集体安全的态势会日益明朗。是，而这个集体安全的态势里面的成员国里面，必不可少的成员国一定是日本。是，那最近也在随着这个胜选之后，也传出一个消息说，日本现在在积极推动日本、澳洲和印度的三国军事的合作和联盟。那这个部分当然也就证明了刚刚说的这个集体安全态势中，日本会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好，当然对这件事情来讲，中国就非常的不开心。好，当然不开心嘛，所以也提出很多的批判。好，那当然这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亲中媒体或中国的媒体对安倍这件事情，安倍大胜这件事情冷处理，或是给予不友善的回应的一个背景所在。我们今天其实听了陈辉大致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整个日本选举背后可能带来的以后日本的一些动作，以及他的这些动作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像澳洲以后会带来的影响，以及美国对这件事情他基本上他的反应。其实以后我们看新闻，一些亲中的媒体或中国的媒体也许他们的新闻我们必须要再倒着看，多解读，对，多一点解读，对然后你可以知道说 OK， 事情并不是如你想的那么的简单。好，今天我们的深夜看天下我们就进行到这边，下次我们再请陈辉来跟我们再聊其他的一些世界局势。陈辉，谢谢。谢谢。欢迎收看今天的八大排行榜。前一阵子蔡总统出国，结果呢有些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气象主播李富城，他对于总统专机上面的这个餐点呢非常不以为然，他说太豪奢了那好，那我们就干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来检讨一下我们的总统专机要怎么改进才能够做到节约不会再批评为豪奢奢华。我们提出来的八个意见，排名第八的是餐点太奢华，以后呢就改用火车便当，以后总统专机上面呢都以这个火车便当来取代有排骨的有鸡腿的也有这个全素的是不是就这么几样选择，那吃完便当呢还把便当盒回收，非常环保。好，排名第七的是总统专机一律经济舱，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升等，对不起，要看你的民调。这就好像这个平常搭飞机你的里程数累积的越高，你就可以去搭这个商务舱，对不对？换成商务舱升等，那你的民调高，你才可以去升等到
商务舱，要加油。排名第六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啊中国的这个火车一样啊，我们推出软卧啊、硬座啊这样子的座位啊。以后想要搭总统专机的人啊，不管你是媒体的人员呢，你是总统的这个随从啊，你是飞机上面的服务人员，哎，你如果你要有一个位置，对不起，要按照价钱来分啊，分软卧、软座、硬卧、硬座啊这样子的座位啊，当然多花钱你才可以有一点比较舒服的位置，是不是？要不然呢，一律给我坐硬座。排名第五的，取消空军护航任务。空军出一趟任务要花很多钱呢，各位。所以呢，以后总统专机啊飞航的时候呢，如果需要空军这个护航，我们一定要把成本算一算啊，汽油钱呐、啊，这个飞行员的这个加班费啊，是不是？成本算一算够本就护航，要不然，除非你这个给钱，要不然不护航。然后我们来看排名第四的是什么？飞机上面的这个免税这个商品内容要更加的大众化。哎，我们不要再卖一些什么名牌啊，非常奢华的商品啊，什么名牌的这个化妆品啊，这个皮包啊、皮箱啊、金笔啊，哦，这个贵重的手表啊、好酒啊，都不要再卖这些东西了，卖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商品，像这个原子袜啊、凤梨酥啊，还有小朋友玩的那个铃鼓啊，是不是？塑胶娃娃。我这边讲的塑胶娃娃是讲小朋友玩的那种塑胶娃娃啊，洋娃娃，不是大人玩的那种塑胶娃娃，那个是奢侈品，那个很贵啦。接着我们来看排名第三的是什么？取消 WiFi 服务。对，我们一定要模仿一些营业场所啊，如果像咖啡店嘛啊，如果你想使用 WiFi， 哎，对不起，加钱嘛，是不是？这个是在这个服务的这个费用里面嘛。啊，那这个很简单啦、啊。那以后啊，如果你在飞机上面你使用 WiFi， 哎，对不起啊，我们现在是在非洲的上空啊，不是在太平洋上空啊。我们哪里有说这个 WiFi 是免费的？当然是要加钱啦、啊，使用者付费，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不付钱，对不起，取消 WiFi 服务。好，接着我们来看排名第二是什么？飞机上面这个电影欣赏，取消院线片。好，这样子呢，这个。我们就可以不断的重复的啊看，例如说周星驰的电影啊，是不是？那其实这样也可以让这个总统更加体会台湾这些第四台消费者的无奈啊！一打开电视啊，怎么又是周星驰的电影啊？我已经看了200遍了，还在演，就这样子啊。好，接着我们来看排名第一的是什么？排名第一的是以廉价航空的经营模式来经营。总统专机好处呢，就是说你因为你转机频繁了、啊、一下到这边转机，一下到那边转机，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多去几个国家，多去几个城市，打破这一个外交限制啊。可是呢，坏处就是说，也许呢，我们常常这个总统专机必须很晚很晚，或者是三更半夜啊出发，因为什么红眼班机啊，听过没有？红眼班机，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八大排行榜，我们下回见。